啊，今天啊，我来到咱们云南东部的啊，山东外事职业大学，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白浪漫社区呢，组织一些业主啊，在这里要开展一个世纪读书活动啊，咱们过来观摩一下吧。外事职业大学的大门好威武啊，这个民警啊，守着大门。看前面这个是他的一个办公大楼，叫望远楼啊。这个过去疫情前啊，我曾经来过好几次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学院呢，校园是特别美的啊，特别美丽校园。啊，这个这些彩旗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咱们看在这个地方呢。有一些穿着这个马甲、红马甲的啊，人啊，嘿，你们好啊，你们来得早啊，哈哈哈。你好，都到齐了吗？你们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哦，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哈哈哈。啊啊，对，你好，你好。郭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听你熟大方是可亲切。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古大姐。您就是古大姐是吧？哎呀，郭老师，我知道。久闻大名，古宗盛。哈哈哈哈哈。对。啊，是女中音啊，啊，也是你们文艺圈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太棒了。我们早就认识。都是大咖，大腕儿，大腕儿。谢谢您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没想到你们也来了啊。真是啊，都是咱们云南的知名人物。还有那个，今天世界阅读日哦，世界阅读日，世界阅读日啊，这个23号嘛，4月23号啊，我们到这个大学，就是白浪湾社区组织的啊，对，到大学来，图书馆可能是应该是，啊，搞一个阅读活动，阅读活动啊，然后谈谈我们这些都是喜好阅读的朋友啊来的，白浪湾社区非常重视这个学习啊，哎，所以呢就是。这次就是这个日来组织这个阅读哦，这样子的。阅读呢是一种习惯，嗯，习惯养成习惯了，那你就能得到很多知识。像我，对，我喜欢阅读，我喜欢阅读，就是音乐方面的哦，这个书，所以我唱歌啊，创作呀，编曲啊，编歌啊，哦，作诗啊，文学这方面我特别喜欢。啊，你太厉害了，你什么都会啊，专业文艺方面啊。我的专业是医学啊！啊，您是搞医的，搞医的。但是你特别喜欢这文艺，喜欢文艺啊，文学艺术和音乐啊，从小就喜欢。你像曲口琴啊，就都很好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能领略一下您的这个文艺方面的参加组织的这个活动啊？啊，也希望咱们这活动圆满成功。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你讲的太好了。我看看，我问问那个咱们，哎呦，咱们那个。你好，你好，陈老师啊，书记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看着刚刚这边大姐讲了一下咱那个读书活动，这还挺好的，你们组织这个。这个是，对，就是上次一样，我们这整个一个五个社区是不是弄个联盟嘛？啊，到时候还有别的五个社区都过来。啊，还有别的社区的人是吧？对对，我们一起搞的。哦，五社区联盟啊，我看好多活动你们都参与，比如说咱们上次搞的叫，风筝活动，还有。潮汐湖的亲鱼活动，对对对，我都参与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你也参与。哦，这是别的社区的吗？啊，一看那穿的那么靓丽的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别的社区。我们是老年大学的。啊，老年大学的啊，哦。这会儿功夫啊，咱们这个大学这院里边呢，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了啊，都是我爱银滩俱乐部的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哥好，大王好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这是刚才那个马穗说了啊，是这个五个社区啊，五社区联盟吧，啊，每个社区都来了一些这个志愿者或者业主啊。走哈，两列的往前走啊，从这边开始啊，你们两个一起走啊，然后你们两个在他们后边。然后你们两队这个最后边啊，队伍已经成列了啊。好了哈，在这队伍里我还看到了啊，我们过去的老朋友啊，天安社区的队伍出发了啊。我估计他们是和大学呢
有这方面的联系吧。啊、哦，看看这是天安社区的人比较多一些吧。哦，这是什么社区？哎，你们是什么社区的？大庆。啊，大庆社区的啊，那边是滨海新区，白浪湾社区啊，两列的啊。哦，这边是什么社区啊？大庆社区。这啊，这颐和社区的。颐和社区的。哦，看这个队伍，我看也有个百十多人呢。嗯。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啊，今天这个天不太好，是阴天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校区看起来就更美丽了啊。这里有致远楼、金远楼、实验楼。这里刚才遇到了咱们上次在管委开会的时候那个鞠老师啊，高老师，又认错了，一个特别这个。技术特别高的一个摄影师，我们现在队伍现在已经到了这个，这叫什么孔子学院了嘛？叫图书馆哦，到图书馆呀，这里真美啊！图书馆前面是孔子，是吧？你看那边有一个塑像，是孔子。咱们看一下这里啊，这个活动的队伍啊，就到到图书馆去了啊。满地的知音啊，来到了久违的校园啊，这个校园它不是单指是这个校园啊，就是说学校的意思啊，就想起了过去的校园歌曲，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，清晨来到树下读书，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，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，亲爱的伙伴，亲爱的小树，和我共享阳光雨露，请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，请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。这些啊，这些志愿者啊，都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了啊，早就过了这个学生时代。看看我们的摄影师阵营，都在拿着啊手机或者照相机啊在拍照。对，咦，这组织者们啊，五个社区还有一个观海园社区啊，一块说，就一边说一边走，就是估计前进一二三四，不就是。啊，大家伙儿现在在这个图书馆啊门前，这里呢准备合影啊。号首协五项，苏海共唐扬，融汇幸福，红色联盟主题活动。这是刚才是演示啊。哎，大家伙给我招手呢，挤着我先拍了一个镜头，哎。融汇幸福，红色联盟，我们在这里。真棒！融汇幸福，红色联盟，他们又来了一遍。在这里。好，气势恢宏啊！现在啊，来到了图书馆的一楼大厅啊，这里也是，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啊。这边有一个咱们，外事职业大学的这么一个沙盘啊，鸟瞰图，看看大学。咱们现在图书馆在哪里呢？在那儿啊，中间位置，图书馆。校区特别大，外事职业大学。家伙，现在从这进去要到楼上吧。这里是中文社科图书阅览区。哇，咱们参加读书活动的人们啊，开始慢慢就位了啊。啊，这里我一个都没有。看这里的书籍。来走。看这
这看这个地方。藏书真是不少啊。这花香不经意间电雨青春撞了个满怀。是的，这个季节漫步在校园里，随处可见的是诗情画意，斑驳光影下的岁月静好，徘徊在外藩大学的校园里，感受着朝气蓬勃的气息，展开一场书香浓郁的分享交流会。提起清朝，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近代史上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其实在清朝也出现过勤勉明君。接下来就由我们观海院青年干部宋婷为大家分享他的好书《雍正王朝》，欢迎宋婷。观海院社区工作人员宋婷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书叫做《雍正皇帝》，这是一个作者是二月河老师，但是二月河老师现在就是已经去世了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回顾他的经典作品《帝王》系列的第二部《雍正皇帝》。然后这一部我推荐这部书的原因是它是一部史书，它是跨越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数十年时间，成功的描写了雍正皇帝的波。雍正生活在两位执政皇，他们是采取这种读书分享的方式啊，开展活动的。另一个是执政六十年的乾隆，他雍正皇帝就像夹在这两座高峰之间的另一座高峰，他承前启后是康乾盛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。雍正皇帝一生他是足智多谋，然后又哎，马大哥从我的镜头掠过。哎呀，他分析也无奈了。他手中的笔可能是比武人手中的刀还要更残忍、更血腥。其实这本书，据说啊，他们这个读书活动分享完了以后呢，要有些艺术代表呢要进行分享啊，就是说谈感受啊，我就不拍了。